日本的四轮车分为普通车与轻自动车两种车型。普通车呢，就是大家印象里面的四轮车了，它没有排量与大小的限制。那么轻自动车呢，就有以下这些条件限制，它是日本独有的一种车型。 因为轻自动车的油耗、税金和车检等维护费用都比普通车要便宜，每年的支出约为普通车的一半。加上日本道路和停车场都比较狭窄，驾驶轻车在经济上和心理上都会比较轻松一点，所以轻车在日本非常的人气。 在每年的新车销量中占到40%，几乎每2户家庭就拥有1台轻车。在过去的固有印象中，轻车就是低端、便宜的代表。而近年来，轻车的设计越来越先进、美观、实用，价格也一路飙升。现在几乎与1台小型普通车的价格没有太大区别。 在日本乡下生活，每家2台车是标配，1台大车，1台轻车的搭配是主流。这次我的买菜小车到了寿命，试乘和比较了几款普通车和轻车，最后还是决定买 N-Box。等待1个月，终于拿到我的心爱小车了。 营业在给我讲解完车子各个部分的操作后，我们就开车回家啦。这次赶在 N-Box Model Change 新车型发布前，购买了这辆最高配置的带涡轮增压的10周年纪念黑色特别款 N-Box Custom Style Plus Black Turbo Ski。 当时去的这家店已经没有这台车了，营业帮忙从其他店里调来最后1台库存，真的是非常幸运。正常情况下呢，轻车是黄色车牌，有一点点丑，那么加大约1万日币就可以换成可爱的全国版花花车牌，非常提升车的整体颜值，真的很可爱。 新车购买价格会在最后公开，不要走开哦。这辆黑色特别款是在高配车型 Custom 的基础上，加入部分黑化套件，让整车视觉上更加炫酷运动。整体方方正正的，很萌很可爱。 但它的外观设计又有一点炫酷，给人一种又萌又炫酷的感觉。对车的格栅、门窗饰条、后视镜、车标 logo 都采用了特别设计的黑色，车轮轮圈也为黑色式样，带涡轮增压，车轮是15英寸，不带涡轮的话是14英寸。 这些黑色元素让整车显得个性时尚。我特别喜欢 Custom 的尾灯，尾灯采用竖式黑化设计，同时内部还加入多颗 LED 灯源，竖形的亮灯显得非常的特别，真的很漂亮。内饰方面，车内以黑色作为主色调。N-Box 内部空间非常的宽敞，可以说是在轻车标准内把空间利用做到了极致。跟7人座大车 Toyota Voxy 比起来，就像一台缩小版的 Voxy， 整体形状都是方方正正的，高度也差不多。车的底盘都比较高，开起来视野都很开阔，驾驶感很相似。 而 N-Box 前方玻璃几乎呈直角，驾驶室的空间感觉更宽敞一点。与其他的普通车比起来，可以看到 N-Box 的高度是明显的比较高一点，接近1.8米的个头，上方还有这么多空间。小个子的我坐在车里要挺直身体才能碰到车顶。 驾驶和副驾驶的座椅和前方地面都是一体的，这一点我也特别喜欢。一坐上驾驶室就感觉特别的宽敞，包包放在旁边的座椅上或车的地板上都很方便。后座空间也特别宽敞，车底是一整个平面，车内移动很轻松。 1.3米左右的小孩在车里可以完全站起来，换衣服之类的话会非常方便。孩子们在车里的活动空间特别大。后方座椅可以前后移动，根据需要调整前方或后方空间。座椅往前倒下后，实现一个超大空间，可以装载轮椅、自行车等大件物品。驾驶和副驾驶的座椅也可以完全后倒，头枕拿下后可以完全躺下来，睡车里也没问题。 作为主妇的买菜和接送小孩用车，自动拉门也是一个重要的加分因素。一指轻轻一拉就能启动自动拉门，小小孩也能轻松打开。带有双自动拉门，比较狭窄的停车场也不担心小孩开门撞到墙或是旁边的车。虽说 N-Box 是台轻车，但是装备和功能非常先进，科技感很足，与一些中高级的普通车配置差不多。走进车体，只需要手靠近车门的把手，就能自动解锁，可以手动锁车，也可以离开一定距离或时间后自动锁车。 系上安全带，按下引擎后，电子手刹自动启动，踩油门即可启动车子。日常道路开车还是很舒适的。车子启动后，车门自动上锁，车内后视镜上方可以显示后座有无系安全带。后座有小孩的话会非常安心。按下 Brake Hold 键，启动自动刹车维持系统。 在驾驶过程中，每次踩刹车就能启动这一功能，车子自动保持停止状态。遇到红灯或堵车时，就不用一直踩着刹车，解放右脚，减轻驾驶疲劳。车内空调带有负离子除臭功能，车窗能够360度隔离 99% 紫外线，还带有遮阳帘。驾驶和副驾驶的 座椅有加热功能，热风可到达后座。寒冷的冬天，空调车内升温需要一点时间，有加温座椅非常提高幸福感。根据光线明暗自动开关灯，高速出入隧道就会非常方便。车内的收纳箱和脚底的暗灯也会自动变亮，要找东西时就会很方便。 最吸引人的还是，无论配置高低，所有的本田车都会搭载 Honda Sensing 安全系统。Honda Sensing 总共有10项功能：第一，识别前方人或车辆，当判断有冲突危险时，会提示报警音；第二，当前方障碍物过近时，即使踩油门也无法前进；第三， 行驶中偏离车线，有撞人危险时会提示报警音，强制控制方向盘。第四，系统判断即将偏离车线时，会控制方向盘，提示报警音。第五，自动与前车保持一定的车间距离。第六，自动保持在车线内行驶。第七，前车启动时有提示音。 第八，道路标识识别功能。第九，当后方障碍物过近时，即使踩油门也无法后退。第十，识别前方车辆及对面车辆，自动转换远光灯和近光灯。提车的第二天，正好去淡路岛小旅行。 说说700公里往返的驾驶体验吧。现在的轻车厂家都会出带涡轮或不带涡轮的车型。涡轮使发动机动力提升为原来的 1.6 倍，开起来会觉得动力比较足，开高速毫无压力。不过，如果只是日常买菜接送，不开高速的话，不带涡轮的轻车也完全够用了。 一般来说，轻车开高速不如普通车安全。不过这次驾驶下来，感觉 N-Box 开高速的话完全没问题。大部分时候以80到100公里的速度开，感觉还是比较稳的。110的话就有点飘了。比起日常道路，高速车内的噪音还是有点大的。最赞的就是 Honda Sensing 的自动驾驶功能。 设定车线车速后，自动跟踪前车，只需要手轻轻握住方向盘，开远距离高速特别轻松，几乎不觉得累。全程的油耗大约保持在20左右。以前我们全家出门，无论远近都是开 Voxy。现在觉得呢，只要不是露营、滑雪，一家人出门都可以开 N-Box。既驾驶方便、乘坐舒适，又比大车省油。这次换车时间点正好赶在9月的决算期以及 N-Box 3代新车型发布前。2代车型最后还有一点库存，比较好谈价格。车的本体费用大约212万 ，Option 只加了必要的 CarPlay、ETC、行车记录仪、车店车牌，最后拿到的价格是。 据说 N-Box 的研发成本很高，不仅发动机是轻车里最先进的，车身使用的也是高强度钢板。其实厂商的利润并不高，真心感谢本田做出这么好的轻车。提车时正好3代新车型刚刚发布，我们来看看新型 N-Box 长什么样吧。